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我们要去玩什么呢？森林被女巫的邪恶法术破坏，我一定要把森林恢复成原来生机勃勃的样子。嗯，让我来帮你吧。森林被女巫的邪恶法术破坏，我一定要把森林恢复成原来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我们一起来恢复森林吧。从头画到尾，沿着这个数字顺序。让我们来帮它恢复生机吧。哈萨哈萨瓦卡。心里默念咒语。哇，神仙树长了出来，还结了好多的果实呢。快把这些果实都摘下来吧。有了这些果实，就可以打败女巫了。先将果实分给这些小动物吃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解除它们身上的咒语了。莉莉，喝完下午茶，我们一起拍照吧。好呀，真是个好主意呢。我们先将下午茶吃好吧。这儿有很多好吃的蛋糕，并且还是带有魔法的哟。万物都复苏了，我们来吃美味的蛋糕。这些可以给我们增加法力哦。快看，莉比吃了一个可以使它变大的蛋糕，一下子它就大了一圈。现在来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吧。莉比哪里去了？原来是它太大了，躲到了后面。莉比，你快露出你的脸吧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